在睡觉。好好好，抓到了，你会固定会来这里睡觉。醒来了。先不管你，我要去找别人。不拍鸟，我要去找别人了。刚才一只鱼鹰从你前面飞过去，然后你应该也，它有点避开你啊，但是，对，你们也一般好像不会看过你们两个冲突。嗯，哎呦，等一下上班了，我要去别的地方找了，今天没找到我要了。